接下来到我们的好六山擂台赛了，我们这次呢暂时的把大家分成两队来进行对抗，我们分队是这样的，有红红狐狸的呢就是龚俊、陆虎、文静和迪哥。 然后有小灰灰狐狸的呢，就是哲明、小婷、兔柱、小远跟老秦。何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肩膀上这真的是狐狸吗？是呀，长得跟你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明明是只狗。是狐狸啊，是狐狸吗？哈尔奇。怎么这是？狐狸有灰的吗？品种不对。好，我们第一个擂台叫做三二一看这边的枕头大战，来听听看规则。我们两队呢需要各派出一个人站在我们的这个独木桥上面来进行三二一看这边赢的人可以获得灰枕头的这个权利，只要把对方挥下去了，那么就可以积一分，率先击到三分的那个人获胜。好，那因为文静那边呢就是红队呢只有一个女生，一个女生，对。所以呢我们先要在
好，来有请两位，有请。好，来，请先站上我们的独木桥。哇哇！其实要让自己下盘稍微稳一点，就浅蹲一蹲。对对对，等一下，两位你们真的靠太近了，稍微远一点。 因为你要方便你的枕头能挥到他，好不好？好，现在。<笑>说实话，想要他们俩放个狠话，站都站不稳。好，来，首先雅雅，来放狠话。区区步态公主能打得过我涂山雅雅？来，区区，哦，不是步态，区区，都是区区的步态。步态来，步态来，要对雅雅说什么？ 虽然我不一定能打得过，但是我全力以赴。哦，好励志的狠话。好，两位石头剪刀布，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来，猪猪先开始。3、2、1，看这边。好，好，步态公主可以打他一下。我打哪边？随便。自己别摔下去啊！你别把自己打下去啊！ 啊！这好，就这么快吗？涂山雅雅输1分。现在你进攻，现在你进攻，3、2、1，看这边，看这边啊！好来，3、2、1，看这边，你看这边，你看这边。等一下，等一下，先等一下，你刚才是。 用头打了个勾是吗？好，来，现在这个算他进攻一次，还是你进攻好不好？因为他刚刚不规范，你的头必须很明确啊！来，3、2、1，看这边，可以打他。好，打。1、2、3。1、2、3。 1、2、3。哦，哈哈哈哈哈！1、2、3，这游戏，哇，好稳健，没事，不丢脸，不丢脸，不丢脸。你们还有一次机会，你还有一次机会，3分呢，3分。还是你先攻。啊，好，3、2、1，看这边，3、2、1，看这边。好，又是你打。好，先加油。 1、2、3。啊！真的不行！你这，你是不是卧底啊？你故意输的吧？虽然我感觉是两坨棉花在对打，但是感觉这坨棉花要轻一点。这坨棉花更棉花啊！真的。好，那么祝贺祝祝获胜了，但是没关系啊。 你们队内不产生分数，是的，因为你们是一家人，好不好？嗯，对的。来，文静上来，上，加油，上去给他跳段舞，哈哈哈哈。这个。我跟你说，文静啊，满身的综艺灵魂，就是。
这嗓子不好用，肢体可一点问题都没有。来放狠话，哇！哎呦我天，放狠话，别跳了。你看我怎么雇佣我都不往下掉，所以来吧。雇佣者。哎呦，雇佣者，看来笑死我了。好，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攻。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好，来。柱柱先开始，一二三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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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五，好，哦哦哦呀，哦哦呀，厉害厉害厉害，就这厉害，但是是文静先掉下来的，所以这分先扣给文静啊，来，可以啊，柱柱。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好，来来打他。蔡文静先把自己下盘稳住，再攻击，好吧？柱柱稳住。哎呦我天！他不敢动作太大，他怕自己下去。好，来，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还能盘在那儿，他是掉下去之后还能，不是不是，打的是那边，怎么往这边落了呢？还有一分，还有一分，还有一分，直接打成打坐。来到文静，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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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我天，你是怎么做到慢出还能输的呀？打他打他打他，没事，来柱柱打。蔡文静 ，hold 住啊，文静。哇，文静儿真的好厉害啊！我天、啊，好，祝贺柱柱为灰队赢得了三条虎尾巴，然后呢，文静为红队赢得了一条尾巴。好，没关系，没关系。好，下面呢是男生的对决，俊俊对哲明，请上场。嗯，我真的没想到我会，我以为我是漫画，我觉得不行。来，听听看我们两位，我们越。东方月初和阿来的狠话，说啥呀？我不知道说啥。没有，他现在尾巴比你少，所以你可以很厉害。对啊，你现在尾巴好没气势，好没气势。你现在尾巴本来就比我少，可别再输了啊！哦，好，来阿来，嗯。月初臭小子，别以为你姐姐不在我就不敢对你下狠手。哦哟，啥意思？我姐在那儿呢，刚输了。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攻。石头剪刀布。好，来，泽明哥先，三二一，石头，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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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准备好了吗？为泽明进攻。我没看错吧？刚才他是往这边使了个劲儿，但是又晃了他一下，转过来从这边打。魏哲明把自己炫下去了，炫下去了。他刚才走的时候太好笑了，你看见了吗？我看到了，爽，我还撒了个娇。我以为俊俊会蓄力，然后我就换了一边。哦，想着这样可能力气更大一点，他蓄了力就可以倒过来，结果没想到。哎呀，想啥都没用，赶紧的。来，该说不说，想得太复杂了。对对，还是魏哲明进攻。来，好，来来，三二一，看这边。好，又是你进攻。
画。其实你本来是可以回来的，被他一直未成名。对，不是，我发现一旦失去平衡很难回来。是，那当然没有，你其实因为你们个儿高，所以你们重心太上了。对对对，你知道吗？而且其实哲明很聪明，他在抖这个，所以你就更难。对，没事，现在你进攻。 来，现在你进攻，一比一平啊，一比一平。哎，我发现我不能站着不动，我得这么晃着，是不是啊？对，好，来看这边。啊，你的3321看这边。哦，你怎么还偷袭啊？来，准备，321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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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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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慌，龚俊，哎，你不要慌。龚俊每次打的时候特别像超市门口的那个，你知道。没事，还有机会，2-1，赛点，2-1，赛点。还有那到三分嘛，三分。龚俊，你刚才上去玩之前问我，你可不可以蹲在上面？可以，你蹲着吧。可以，我怕你真的不稳，你纯蹲着。来，两个人来个蹲吧。你这下盘能稳到这，蹲得住吗？蹲得住，试一下啊，蹲得住哈。好，来，好来，龚俊进攻，3-2-1，3-2-1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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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蹲着可能就得使劲了，我跟你们说，真的。该说不说，好丑你们俩，不知道有说不出来的感觉，真的是。那我算了吧，还为了美观。来吧，来，哎，他刚打了你对不对？然后到你进攻，我进攻，对对，3-2-1，3-2-1看这边，哦进攻了，哎，你们又给自己玩下去了，别把自己蹦下去了。好，来魏哲明进攻。魏哲明，来3-2-1，看这边。哦，好，魏哲明进攻。走。好，龚俊进攻。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呀？你在干嘛？哥，睡了。当代年轻人精神状，两瓶。好，现在真正的赛点，嘚瑟吧，叫你嘚瑟。哎呦，打粗溜滑，你小心的滑，你。没想到你鞋这么宽。来，玩脱了啊！现在2-2进攻，魏哲明进攻，2-2平。来，赛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好，魏哲明进攻，赛点，稳住，我们能赢。好，龚俊进攻，稳住了。3-2-1看这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3-2-1看这边。好，魏哲明进攻，干什么？提醒一点吧。来，3-2-1，好稳，真的好。都很棒，真的都很棒。因为
确实是体力上有一定的消耗。是的，是的。好，那么祝贺俊俊红队拿到三条尾巴，恭喜。灰队拿掉一条尾巴，那现在其实在这一轮比赛当中大家打成了平局。没错，我们马上进入到后面的比拼。好了，接下来要到我们答题环节了。没错，好，规则呢是这样，我们全员呢坐成一排，然后通过举狐狸的爪子呢来进行抢答，答对的话呢可以积一分，并且两边的人呢要接受惩罚。哎，提醒大家，这次是个人战了啊，个人战，跟团队没有关系了，你就努力答，你答对了就积分，好不好？好。第一轮我们是线索猜歌，要根据我们导演组给出的这个线索，然后猜对这个歌名，并且呢要唱两句就可以了。你厉害吗？非常厉害。好，来准备啊，第一题来了，来。请抢答。小孩四个字的一首歌。小孩真棒。这不是给龚俊的送分题吗？什么歌啊？啊？歌手姓李。李谁？谁啊？谁啊？好，来。年少有为，来唱两句。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进退。张远积一分。不对。啊，等一下，等一下，唱错了，他唱错了。然后来来，魏晨明抢答，魏晨明抢答。哎，太好了。哎，太好了，魏晨明抢了，你做好准备。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反正什么是珍贵。啊，唱错了，回答错误，来。我错了，错了。你也错了，我拜托你，真的是。来来，老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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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答，来。来来来。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回答正确。好，来来来，文静戴上眼镜，来，三二一，走。哎呀，好嘞。秦霄贤记一分。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哇，年少有为、啊，这个路子。下一题，好，接下来这个题型呢是方言朗诵歌词，你们要根据他们朗诵的内容猜出这首歌是什么，并且要唱两句。接下来有请郭晓婷同学，来有请。出列，哪人哪人？上海。上海人。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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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上海人，上海人，上海人。哇，这难哦。小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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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那个稍微慢一点啊，慢一点啊，小婷，谢谢啊。海边蜜语方开始饮嘛，悲伤又哪能平静人吧？悲伤又哪能平静人吧？你把那俄罗斯语呢？你是？好好听啊，好好听啊！下一曲，下一曲，谢谢。我面孔高头始终一大一抹凄凄的无奈。侬用唇语讲侬要离开，心不来改，搿难过无声埋了我嘞。有离开？什么离开？继续。我念到哪儿了？我念到哪儿了？这是。你要不念个副歌？对对。这。啊。汹涌潮水，侬听明白？不是浪，还是眼泪是海。汹涌潮水，侬听明白？不是浪，还是眼泪是海。转身离开，分手告。来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来来，舅舅。哦，我知道了，舅舅。转身离开，你有话说不出来。错了。歌词错了，歌词错了，歌词错了，歌词错了。来，龚俊来。转身离开，转身离开，分手说不出来。啊、歌名是。珊瑚海。回答正确。哎周杰伦歌迷被暴击了一下。嗯，
我想换位置，我想换个位置。哎，这首歌我也能唱错，真的是对不起周杰伦。柱柱就差一点了，就差一点了，我今天一定要报一次仇。好，加油啊！嗯，来，这个呢是这样的，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关键词，请大家唱出三首含有这个关键词的歌，每一首只要唱一句就行。好，但是还得答对歌名，好吗？好，来，我们先给哲明一点时间擦擦脸上的水啊，不然看词看题看不懂，看题看不懂啊。各位请注意，同样是举手抢答，请看第一题，关键词是，请唱出带有红字的歌曲。好，来，龚俊来吧。啊，你就来来，请唱。请来就来嘛，没得事。啊红啊啊。回答错误，继续抢答。来，老秦，老秦，摇晃的红酒杯，一句就行。对，一句，什么歌？王菲。好，一首，第二首。该去怎么形容你？你唱反了。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好，什么歌？好，什么歌？红色高跟鞋。还差一首。哦，好厉害。刚才红在哪儿呢？后面好长，咱们就不就全唱完了。你得唱到那个字儿，你得唱红色高跟鞋。好，最后一首，快快快，五三四三二。红的蓝的绿的白的青的，错了，什么玩意儿什么都有。回答错误，继续抢答。啊，来迪哥，戴好眼镜。红色高跟鞋，红色高跟鞋，掉不对，掉不对，好，继续抢答。最后一句就是红色，最后就是红色高。继续抢答，一句都能跑。来，小野，小野，红色高跟鞋，不对，对。好，继续抢答，继续抢答。一个，红星闪闪放光彩，闪闪的红星，然后那个摇晃的红酒杯，王菲，东方红，太阳升，东方红。好，回答正确。水光机，夜水光机。下面有点难啊，关键词喜欢你。喜欢来，龚俊，龚俊。黑凤梨，那双眼动人。他发音不标准。黑凤梨。什么歌？这首歌叫什么？海阔天空。海阔天空。海阔天空。我眼睛都不戴了，海阔天空。好，继续抢答。哇。来，虎子。黑风里就叫喜欢你，对啊，喜欢你啊，就叫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漂亮。这首歌叫做三，就第一句，二，慢慢喜欢你。好，来第三首，喜欢，我喜欢你，从前让我有自信，那个首歌叫什么？五四三二一，继续抢答。来，小野。黑风雷，OK， 喜欢你是吧？慢慢喜欢你，对，慢慢喜欢你。还有一首，偏偏黑风雷，偏偏喜欢你。回答正确。不是，胡那个有点多呀。小远，好大一些。封喉了。是这样的，小远。俊俊啊，你俩稍微插开一点边，你一提他一提，你一提他一提，中间 always 为着你。下一期我努力。那节目组安排的。我觉得哲明一开始状态挺好的，真的被打懵了。老子已经不转了，有点恍惚。对吧？这次我可以，对吧？拜托导演组那个搞点周杰伦的体态。下一题，感谢来。来，魏哲明来了，来吧！哎呀，来点气！第一首，你加油！第一首，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陈哥，嘉宾，一首，第二首，那个可爱女人，周杰伦的可爱女人，唱一唱，唱。
有感谢吗？感谢命运，相信命运，感谢地心引力，让我放到你。对，好，来继续。还有机会。对了对了。好。感谢，感谢，感谢。三、二、感谢感。一，继续抢答。来，老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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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你快，真的。来。感谢你特别邀请，嘉宾，可爱女人，可爱女人，耶，谢谢。唱一句。好，来，祝祝，祝祝。感谢你特别邀请。哎，好听。嘉宾。什么歌？什么歌？嘉宾。那个。漂亮的让我心动的可爱女人，感谢在哪？你感谢呀？对，感谢。三，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漂亮，这首歌叫什么歌？感恩的心。好，还有一首来。我要出马了。三，二。一，继续抢答。好，魏哲明，魏哲明。二，一，继续抢答。好，魏哲明，魏哲明。来，一，继续抢答。好，魏哲明，魏哲明。来，魏哲明。来，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漂亮，感恩的心，对，好，感恩的心，这一样的呀。对呀，不，一样的就是你一样的受。一样可以。然后刚才我那两个应该还算吧？感谢你特别，你说，嘉宾，然后感谢地心引力让我。相信命运，感谢地心引力让我碰到你。可爱女人，可爱女人，回答正确。好，挑战结束，辛苦大家，辛苦大家。好，哎呀，我天！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最后的比拼，来吧。比拼前呢，我们还要请出一位好朋友来助阵。他也是我们《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的一位重要的演员，杨世泽，欢迎世泽，欢迎 ，Hello， 欢迎，来给大家打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嗨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世泽，在月红篇里饰演的是侍卫史官。Hello， 侍卫史官，虽然从着装已经看出来了，但是还是要表达一下，你要加入哪一队呢？侍卫是保护公主的，我想加入祝绪丹的队。哎呦呦呦！舅舅突然有人保护了，我保护你们，我保护你，他保护我。现在我来宣布分队啊 ，A 队老秦、文静和迪哥，好六队 ；B 队是俊俊、小婷和哲明 ；C 队小远、虎子、柱柱和世泽。好，现在请我们的所有朋友到我们的这个区域里面。迪哥，帮个忙，咱们什么战术？咱们就是、先不着急抢，把他们倒出去。对，谁做好了，谁弱一点，我们看准了把他倒出去。你离我远点，你走开。好，各位可以试跳一下，在这个期间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轮的游戏规则。我们所有成员呢需要站成一圈，然后按照我们嘉宾给出的规定动作来进行舞蹈，然后在我们的盆子外围逆时针跑。当听到我们的何老师说开抢以后，所有人就要来抢盆子。倒计时结束之后，同队的两个人需要在一个盆子当中，那么就可以获得答题的机会。答题的方式呢是共享大脑，也就是每人轮流说一个字的方式，要连成一句话，但是只能是七个字，而且不能说什么我很喜欢你哦哦这种。对对对、嗯、是我们必须有实际意义的语气助词是不可以的。对，然后最终我们会按照总积分来给大家获得尾巴的这个数量。哎，第一轮要示范动作是谁？何老师是俊俊，来请为我们示范第一轮的动作。什么动作？就是大家用什么动作转圈嘛。哦，我自己发明是吗？ 对好，也就是一只脚跳，对不对？这么累的。那现在各位请按照每一个队不同的人要交叉站立的方式，得岔开，得岔开，我们是逆时针啊。来来来，这边在公益后面，他太能抢了。插控，插控，插控，啥意思？朝迪哥这个方向，
啥意思？不是，不是，龚俊，不行，这俩太恐怖了，这俩一台，没人害你，有你们给他解释一下这是规则，不可以和自己的队友站在一起，我们要错开站。有你们给我站这，我站这，我这，他俩太恐怖了。完了，你站我这儿，你站过去。完了，你站我这儿，你站过去，你站这儿，离我远点儿。你就在那儿，你就在那儿，你就在那儿，你在那儿。远哥，您保护好虎哥。好，来准备，按照那个动作。好，各位注意安全啊，活动一下脚踝。对，试着暖暖身，因为刚刚上来，暖暖身，不要受伤啊。来，准备运动开始吧。哒哒哒哒。请记住，要和自己同队的人坐到一个盆里。喊完开场以后，就不用做这个动作了哦。快点，准备，开枪！开枪！开枪！哦吼！奶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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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枪！挠他挠他，快点，快点，走！哎，这位小姐，哎呀，你快点，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裤子掉了，裤子掉了，裤子掉了，裤子掉了。好好好，你让他坐一点儿，你让他坐，你快坐。好，坐坐坐坐坐。开枪！坐坐坐坐坐坐坐，把蔡文姬搞过来。来，我们坐吧，蔡文姬没事。文静来，文静来，来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圆你坐这个，你坐这个。啊，我走不出来，我出不来。蔡文姬抓稳，合适吧？三，坐进来了，坐进来了，坐一，你就坐了吗？我坐了。耶！我们根本没有费任何力哈。就坐了吗？我坐了，但是我裤子掉了。我跟你说，下回我给你倒出来。我跟你说，哎，你的队友呢，宝宝？我们在这边，保证了虎子跟小远没有办法坐。你不让他俩坐？啊，可以可以。哎，我看到了，你们非常棒，你们非常棒，你们也非常棒。但是，那个哲明，你是不是误解了规则？就是，他也得在盆里。哎，坐了刚才。我知道，但是是俊俊说不是来泡脚的。他脚在盆里。我刚才一坐进去，发现裤子掉了，所以我出不来了。他坐得好深，然后小婷在旁边挤位置，挤位置，对，挤不进去。最后那一瞬间还可以，还可以哈。好，现在我们来开始答题。蔡文静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一人顶三人。他们手下留情，推不动你。好，现在我们来开始答题。共享大脑，七个字回答，你喜欢另外一半怎么称呼你？开始。七个字。七个字。宇宙无敌大帅哥。就这么简单。太有默契了，真的。好棒啊！换题啊，来。答完还在那数。来了，来了。这题嗨，这个只跟角色有关系啊，不上升到演员。拍吻戏前你会想什么？他说，他说，你真可爱。
他说你真可爱，还差一个。他说你真可爱，六。他说你真可爱。爱酷，酷，酷，可爱酷，酷，爱哭，可爱哭。他说，你真可爱哭。好像也不顺嘛，你真可爱。他说你真可爱哭，你可真爱可爱哭啊。他说你可真爱爱哭，他就一亲就哭。不合理，是吻的太用力了吗？就咬着嘴唇了，咬到嘴唇，真可爱哭，从来没亲过，哎呀，好不容易亲一回，我天！怎么说呢？从我的角度吧，是不合理的，但是呢，我又觉得这个答案呢，最后居然被他们圆回来了，因为有时候，比如说这个女孩美哭我了，可爱哭我了。这是也是一种说法，我头一回听，要不就算了吧，别给他们了。世泽好不容易来一下，对呀，给一个，就说新朋友，给一个，给过过。我以为他跟龚俊一对的呢。好，到哲明和小婷来这题，嗯，初恋找你借钱，你会怎么回复呢？妈呀！来电话，打电话，来吧，你想要多吗？你想要多吗？多。多多多么多多么多，少多么多，少一个字啊！啊，还差一个字。嗯，对对对，你想要多么多，还少一个字，还少一个字。三二，多么多钱，没有能够完成，很可惜啊，很可惜，很可惜。你想要多么多钱？钱这为什么不行啊？你说多，他说多的时候，你应该说少。你想要多少现金？嗯，对。我算错字了。哦，没关系，没关系。Thank you.